近日，李一桐被拍到和一众好友聚会，在饭后等车时，有一名帅气的黑衣男子一直与他互动。随后，李一桐工作室表示只是好友私人聚会。刚刚，魏大勋工作室发文承认与李一桐同回酒店男子是魏大勋，帅哥是真的，其他是假的，散了吧。